的有点紧。这个小家伙可能活不了了，因为它卡到那个网上卡的好像太紧，被晒得太久了。那么救命草垫在窝底下，这小黑水鸡死了，卡网上卡久了，其他的已经开始出壳了，这也许还有奇迹吧，就把它放这儿。他们新窝移在这儿，这小黑水鸡估计不行了，因为它的头埋在网里面，埋得太久了。其实大黑水鸡还在附近，应该可以，他们应该会孵剩下的蛋。希望这只小黑水鸡还有机会吧。我还不能走，我得把它们往新窝那边赶一赶，还差10米就到了。希望它们能看到，那两只现在在一起。哎，不能赶，不能赶，越赶它们往草里面跑得越厉害。明天再来看它们吧。爸，我尽力了，然后。明天我再来看一下，明天如果说他们没有进去孵的话，我可能会到时候把蛋拿过来到那边，那边有一窝黑水鸡现在正在孵，把蛋全部拿到那边去。不过我觉得他们没这么傻，应该可以的。尽力了，因为没办法，人也要生存嘛，对吧？他是建错了窝，他没建错窝，建在什么树杈上面、树棍上面，我们根本就不动他的。走了。